七十五，万法由心生，意念乃为根。鬼神算命说，封建迷惑人，为人不可做，得势方为君。在人生宇宙哲学当中，有一句万法由心生的道理，尤其是在唯识学说当中，更强调万法由心生，详尽地阐述了多种心法之并性。所谓万法由心生，是指我们的思想、意念为根本定夺一切方向。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首先得入正地，我们就不会轻易去相信什么鬼神、测字算命、看相等等，这些都是封建迷信的东西，才真正是迷惑人的，绝不可相信。凡是正人君子，绝不要去做这些歪门邪道的事情。只有树立道德、增阅知识，才是一个正人君子应该走的路。